你好，我是约翰·毕维尔，非常荣幸能与你分享。神在2015年5月31日对我说：“神说，我儿，你已忠心地把资源带进英语世界。现在，我想你把我交托给你的资源传给全球牧者领袖。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直到我们开展的这个项目，我们已经向牧者和领袖们共分发超过1000万套教材，让世界各地牧者能以自己的语言运用。分发这些教材的目的，就是完成耶稣的吩咐。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凡他所吩咐我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领袖们，我对你们有真实的热情，我欣赏你们所做的，也知道你们的付出，知道你们付出的时间，也知道你们渴慕神的话语，所以我鼓励你们这么做。阅读你手上的资料，先自行研读，你会发现一个叫 cloudlibrary.org 的网站，你可以去这个云端资源库免费下载所属语言的全部数据。这是我们希望你去做的，召聚你带领的人，可能是教会或神学院，请他们登入 cloudlibrary.org 下载所有资源，以小组形式一同研习。我们若能建立稳健的教会，就能改变小区。我们若能建立稳健的教会，小区里的人就不会跌入永远的毁灭。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，包括你的小区和地区。谨记以创意的方式来研习，甚至可颁奖状给完成课程的人，告诉他们已从课程毕业，帮助他们在认识神的路上成长，使他们渴慕更深认识神。他们若改变自己的影响圈，你的小区就能更快地改变。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爱你，享受这些资源吧。